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课注第869页，869页第二行，下面众魔这里看起啊，我们都把它念一念啊。众魔见11品，魔脑的注解啊，跟前面所说的相同。这个魔原本这个翻译上面的是马，下面是个鬼。原本是下面是石，石头的石啊。相传梁武帝把这个下面这个石头就改成一个鬼，因为这魔比鬼还可怕啊！所以这个翻经的时候是造了不少心思啊。这个魔也是其中之一啊。那么梁武帝改了之后，以后经上写经的人多半都用这个字啊。外道这个要稍稍说明，于佛教之外立道者，行于治理之外者，皆名外道。那么第一句是违背了佛教，称之于外道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佛法是向内求的，不是向外求的。大乘经上常说心外无法，也说法外无心，这个跟六祖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
佛教是从自信所建立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是自信所流出来的。自信也就是真心。真心是什么样子？他没有形象，他生智慧，他生万法，他是能生能现。所生所现是一切法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宇宙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全是自信所生所现。虽然有生有现，不能说它有，这个不好懂。能生能现怎么说没有？佛经上常常用梦做个比喻，梦幻泡影，主要是讲梦。梦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醒过来之后，你说这个梦里的是有还是无？自性现万法，就像这个现象梦境是妄心现的，我们现前这个境界是真心现的，非常相似所现的、所生所现的不可得。现在量子力学家对物质现象搞清楚了、搞明白了。物质是什么？这些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根据他们的研究得到的结论，这个宇宙里面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。明明是有，未然看见了，耳听见了，怎么说没有？这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一句话：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不能说它有，不能说它无。你说它无，它有啊，梦中有境界。你说它有，不可得，无法想象。这才是事实真相，所以有要放下，无也要放下，不能执着有，也不能执着无，执着无也是错误，都属于执着。它不现象的时候没有，现象的时候有，不能说它真有。为什么？现在我们体会到我们的念头起心动念，它是生灭法，也就是有为法。有为就有生有灭，前念灭了，后念生，一个接着一个，是不是相续相？不是相续相，相续相前面的相跟后面相相同的，这叫相续。
前面一个念头所现的相，跟后面这个念头所现的相，并不完全相同。换一句话说，找不到有两个相是完全相同的，包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没有相同的。所以说它是虚妄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不是真的，不能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，它会折磨你，那叫魔。啊，不能放在心上。啊，有也好，无也好，通通不放在心上。心是清净，心里头没有有，这就好啊。清净是真心，不生不灭是真心，就是它没有念头。有念头妄心，妄心佛学有个名词叫阿赖耶，啊，它是个相续相，不是相续就是生灭相，前念灭后念生，啊，真心自信真心不生不灭，啊，南大师说得好。啊，真心是什么样子？第一个清净，啊，清净是说他从来没有染污过，清净不生不灭，他没有生灭现象，这是真心。啊，遇到缘他有生。缘失掉了，它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不能说它真的有生命，它没有生命。啊，第三个，南大师说，本自具足。啊，这一条很重要。具足什么？具足一切法。如果不具足一切法，它怎么能现一切法？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想就是缘，想什么现什么。那经上跟我们说，极乐世界的菩提树啊，高广60万由旬，那咱们无法想象，60万就不得了了，还加上由旬，一个由旬，小由旬40里，中由旬60里，大由旬80里，你说它有多高？啊，从地球到太阳。还要超越啊，无法想象啊，是真的吗？不能说真，是假的吗？不能说假。有缘真起这个现象，虽起这个现象也不可得，这一句话要记住。永远要记住，《金刚经》上真的是金刚智语，永恒不变。啊，一切法，世间法，出世间法，一切法。啊，确实无所有。不可得。啊，无论是他有没有都不可得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
古人念金刚经有受用，现在人念金刚经打妄想没受用啊！这是我们要学古人，既然知道他不可得，就不能放在心上，得失这个念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要把它放下啊，从心上放下，不是说是，是在讲是不可得，真心这个心也不可得，真妄都不可得啊，所以通通放下，真心就现前。什么是自信？什么是真心？见性。就解决了。怎么见性？不起心不动念就见性。眼看得清清楚楚。耳听得清楚。六根接触的境界通通清楚，了解真相，真相叫实相啊，是鉴别，它不是虚妄的啊，心现识变你见到了啊，见到的人得大自在，成佛了。我们也为什么见不到？有魔，有烦恼，把我们的雾门堵塞了。啊，那我们是远离魔恼。把它放下，经常教给我们的简单明了，见色看得清楚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这叫佛见，诸佛如来所见的，没起心动念。我们眼见色就起心动念了，起心动念就迷了，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就，起心动念落在阿赖耶里头，阿赖耶叫妄心，就真心变成妄心啊，变成妄心就是凡夫所见，六道凡夫用阿赖耶见啊，六根全迷了，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他们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佛了。如果还有起心动念，他没有分别之处，起心动念有，没有分别之处，那是菩萨。啊，他还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个人是阿罗汉。阿罗汉不执着，菩萨不分别，佛不起心不动念。在什么时候？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，修什么？就修这个。修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是佛法。这个功夫是对内，不对外啊。那向外求呢，
什么求叫外道啊，与佛法之外自己去建立一个道路，这个道路肯定是错的。为什么错？他入不了自信啊。佛法是要求明心见性，心外求法的那个法是与自信完全相反的，是自信所生，能生所生。求能生所生了不可得，它频率太高了，我们可以说连个概念都没有，怎么知道它是假的？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念头啊，这一弹指起了多少念呢？32亿8000是单位，八千是十万，就是32亿乘10万啊，这一弹指。得出的数字320兆，你想想看，这一弹指，生灭已经有320兆次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我们眼前面电的对电视这个画面，这个画面的生灭是1秒钟100次。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，看不出一点破绽啊，其实全是假的。它存不存在？存在，存在的时间多长？电视是1/1秒，那我们现实的环境就是320兆。记住，是一弹指。如果是1秒钟可以弹指7次，乘起啊，320兆乘起，得出来2240兆，1秒钟。啊，在这么高的频率之下没有感觉。他起心动念，这起心动念的频率多高？不算超过他吧，就算跟他相等。1秒钟，它存在的时间是2240兆分之1秒。我们怎么会知道它是真的？那佛菩萨看世界是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2240兆分之1秒，他也看得清清楚楚。六根的能力跟他是等齐的，平等正齐的，他才见得到啊，速度相同就见到了。
不相同，见不到。啊，所以我们相信，再过个二三十年吧，科学不断的提升，也许能够把念头的生命观察到。到那个时候，科学家承认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是高等科学。啊，早年我学佛，方东美先生把佛教介绍给我，告诉我佛教是高等哲学。我相信将来科学家会告诉我们，佛教是高等科学。佛教建立在真如自信的理体上啊，所以这是真的真法。凡是建立在阿赖耶的幻象当中，那都叫做外道，都不是真法。为什么他不能见性？能够见性的法叫正法，不能见性的法就是外道啊，称之为外道。所以行于智理之外，智理就是自信，智理就是真心啊。我们做人想学佛，想在这一生当中有成就，那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要与智理相应，要行于智理，那是菩萨了，那正果的人。我们这个行于智理相应，就是同一个方向，同一个目标，佛菩萨达到了，我们才起步，这个重要，起步非常重要，方向目标正确啊。怎么样才算正确？如佛在经典上所说的，与这个相应是正确，是佛道啊，或者是成佛之道。与这个不相应，不是佛道啊。那佛教导我们，特别是要到初学，是善业道相应，跟这个目标方向相同啊，不杀生。不杀生要怎么学？心里面对于伤害一切众生这个意念没有了，这真正这条戒做到了啊！我不杀他，我还恨他，我还讨厌他，这都不行啊！这你还有习气在啊，到时候忍不过你就动手了啊！所以不能不知道啊，不妄语，绝对没有欺骗的意念在其中，真诚到基础啊，不偷盗，
决定不能占一点小便宜，一丝也好小便宜，你要是占了它是都叫习气啊，贪嗔痴这个杀盗淫的习气，这叫真修行，叫真持戒。持戒不是口头上念的啊，从这个地方下手开始修行，功夫哪有不得力的道理啊？我们学佛学了多少年了，学了一辈子了，这些念头还常常起来，像波浪一样起伏，这不行啊，这不管用啊。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还是继续搞六道轮回。啊，这经典总得把它搞透彻，搞明白，才会有受用。啊，口业不妄语，诚实，不能说假话，不能欺骗人。啊，不念舌，念舌是挑拨离间，这个很严重，罪很重。啊，不欺语，其实花言巧语，存心欺骗。啊，下面不误口，说话难听，啊，叫人家听了不舒服。口是也，啊，起心动念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啊，贪嗔痴的念头断掉了。这叫持戒啊，戒帮助你得定，定开智慧啊。为什么定开智慧？能大师后头一句说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啊，本无动摇，本无动摇就是自信本定。真心是什么样？真心是定，所以修定就接近真心，定到一定的程度，自信的门就开了。这个定你得到了，得到就开悟了，啊，无量智慧起来了。啊，昨天我看到一个同学给我写了一封短信，他学无量寿经，我叫他找个清净环境去读经，读无量寿经，把无量寿经读三千遍，他念满了三千遍，写的文言给我，我下面一步怎么走法啊？他心里都说，古人这个方法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其义自见。三千遍念完之后，对这部经的意思啊，不要看注解，不要听讲，明白了不少，那是自见的。啊，我叫他啊，再往前进一步，去看
黄念祖老居士的《无量寿经注解》，不要看多，从头到尾看个三遍就可以了。为什么？给你印证你所体会的跟他讲的也不一样，一样真知真见，不一样邪知邪见，你错了。那往下功夫怎么用呢？再读三千遍，三千遍念完了，这个一千遍完了，是小三千万，是小小物啊。第二个三千遍大物啊。第三个三千遍呢，大彻大物啊，无师自通啊。啊，我劝他好好用功。不要有第二个念头，这就是用读经的方法修禅定。禅定境界现前就开悟，你就做试试看，给大家做个榜样。佛菩萨、祖师大德绝对不欺骗人，他们自己用这个方法成就的，我们今天也用这个方法，用这个方法好，无师自通啊，大乘八个宗都可以有传人啊。现在找老师找不到了，没老师了，怎么办？这个方法好啊，印证找古大德给你印证啊，像胡晓林居士读《大乘起信论》，读了三千遍啊，读一千遍的时候有悟处，很欢喜。啊，读第二个一千遍，第三个一千遍，看欧耶大师的注解，给自己做证明，自己所悟的与欧耶大师要解所说的一样，这个注解完全能看得懂，没有丝毫障碍。欧耶大师给你做证明，你的悟正确的，真开悟了。佛法向自信当中求啊，不向外求，外面求不到。再好的老师，你跟他，他也没办法传给你。要自见，要自悟，才是真的。那老师教你方法也就是戒定慧，就这么简单啊，教你念一千遍，念完了讲给我听听，不参考别人，你自己所悟啊，讲完了再念一千遍，一千遍念完了再讲一遍给我听，三遍就毕业了，三千遍就毕业了。我希望年轻的佛弟子，出家在家都可以啊，走古圣先贤这一条老路，他们开辟的，我们走这个路子啊，悟后起修，真的大彻大悟之后了起修，
修什么？我前面所讲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个难。这是法身菩萨，我们还会起心动念不要紧，学不分别不执着，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，这是大乘三贤菩萨啊，天台别教里头是住是行是回向，就是这个境界啊，真修行了 啊真正到不执着了，提升一层不分别，清净心现前了，平等心现前了，无量寿经经体上清净平等觉，你清净平等都得到了，那后面功夫成熟了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那叫觉，就成佛了。往生极乐世界，生十宝庄严土，所以道不能离开佛，离开佛真的心外求法，心外求法求的是智慧，而是这个知识不是智慧，不能见性，智慧能见性，知识不能见性，知识还是六道凡夫，无法向上提升的。六道上面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、四圣法界，你达不到。这个不能不知道。下面资持记里面所说的言外道者，不受佛化，别心邪法，这叫外道，不接受佛的教化。我们把这个圈子缩小，缩到最小，最小的能成佛的话，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这是佛法里面的正法，佛法里面无比殊胜的正法，正中之正，保证你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圆满成佛。如果你要不相信你再去加一些东西，减一些东西加上参禅，加上学教，加上持咒，可能你这一生年不能往生，往生的机会缘错过了，那怎么样呢？那你就是别心邪法，不受佛化了，佛的教化你不接受这个叫佛门里面的邪法，佛门外面的邪法那是跟佛法完全相对立的，这个不对立，你搞多了搞杂了
这些是这个意思，也错了。难啊，好难好难啊。所以这个法十方诸佛都说这是个易行难信之法，很容易行，但是很难相信。所以你要不相信，佛不怪你，佛点头啊。为什么？就是这样嘛。啊，你要一受戒戒心，那你是超人，你不是凡人。你是凡人，应该是这样，不能不知道啊。所以读经念老这个注解不简单，你看这一句话自持记里头说的，不是他讲的。他老人家引经据典，祖师大德的话语拿来解释经啊，不是他自己说的。实际上字字句句都是自己的意思，不是自己意思就不会抄在此地了，抄在这个地方还不就是他的意思。他的意思跟佛菩萨没两样，他的意思跟祖师大德也没两样，高明啊。啊，避免别人造口业，造口业回报他，人家他要是说他自己写的，这些出处都不写出来，有人会说他算老几，一个在家居士学了几天就大胆敢注解无量寿经，会有人骂他啊。用这种方法，这都不是我说的，我都到处抄得来的，没有一句是我自己说的啊。无非是希望别人看到之后能尊重，能起恭敬心、真诚心，好好的学习，这就对了。用心良苦啊！啊，我也有人说，外头骂我的人不少啊，我听得很欢喜。啊，为什么？替我消业障。我业障很重啊，无量劫以来累积到今天，谁替我消啊？幸亏这些人替我消业障，我感恩，我不会责怪他啊，我尊重他啊。这也是在佛法里头学来的一点小功夫啊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叫不嗔啊。在人生、在一生当中，没有怨恨的心，没有怨恨的念头，没有嗔恚的念头，你说你多舒服，心地清凉自在，经体上清净心是这样修的啊，不能有贪欲，不能有嗔恚，不能有愚痴啊，这一条是最难啊。要怎样不愚痴？多读佛经，多听祖师的开始，
啊，帮助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能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贪嗔痴是烦恼，戒定慧是智慧。天台净明书里面说，法外妄计似成外道，这个法是佛法，跟佛法相违背的，这叫法外啊，妄计是你自己以为啊，用一种注解来说，这是你的智慧啊，古人没说过，你说了，真难得。如果说错了，那要负责任，果报大概都在地狱。所以我们不能不谨慎，不能不小心。末法时期，真正善知识稀有难逢。黄念老慈悲给我们做这个好榜样，我们要感恩啊，我们有智慧，字字句句都有出处，这个出处就是智慧的见证。啊，祖师大德都承认这个方法好，把这个方法留给我们。啊，做出这种注解，做一个范本、样本，我们可以依教奉行。下面，圆觉经记注。心行离外，故名外道。离是真理，佛法所说的离啊，与离不相应，与离相违背，这叫外道。啊，违背了戒定慧。这个问题严重了啊，跟佛所说的相违背啊，佛说的话我常说没有意思，读经好好读经，别去想这句话什么意思，那句话什么意思啊，没意思，没有意思又与自信相应，一遍一遍读，读的遍数多了自然出来啊。我们早年学讲经初学，遇到经上难讲的地方太多，怎么办？看注解里都没有，或者注解的时候看不懂把经本合起来放在佛像面前拜佛，拜上
二三百拜，哎，意思就出现了。啊，赶快写，有的时候写都来不及，一面写，写到后面前面忘掉了。每一个学经教的人都有这个经验，每一个讲经的人也都有经验。讲经的时候用真诚心、恭敬心、亲近心，认真去准备，去备课。啊，上讲台之后，可能从头到尾所讲的与你准备的不相干，你准备的完全没用上。哎，讲出来了，别人有记录的，记录拿来给你看，你拿到手上看到，这话是我讲的吗？自己都不相信自己，怎么我讲的这么好？这个情形也很多，常常发现的，啊，都给我们说，作证了。佛法是心法，只要心开悟了，啊，准备是什么？是敬业，一定要做，不能依靠，完全是自然的，到讲的时候自然流露，这给我们证明其义自见，啊，这个时候意思跑出来。前身光霞都不一样，一次一次不相同啊！一看不要去理会，清净平等就重要，要抓住这个重点啊！我们还达不到这菩萨境界，抓到了真诚、清净、恭敬，抓到这六个字就行啊！不但是在学习经教的时候，讲经的时候，日常生活当中都要掌握住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这叫真修啊！真正把你所学到的佛法落实到生活，落实到工作，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，落实到六根观察、六尘境界，全用上了。啊，那么下面引的是居舍玄义，居舍论的玄义啊，里面讲学拐地理，拐是违背，随自忘情，自以为是，不凡内求，不肯回头，都叫外道。啊，真理是什么？啊，地理是什么？地理是真理。真理是自觉。有小的觉悟、中觉悟、大觉悟、彻底觉悟。一般彻底觉悟就觉悟是明心见性，所以禅宗说见性成佛。啊，这个成佛，并不是究竟圆满的佛，他现在真的了。所以佛在经上常常用月亮做比喻，
啊，你看的愿是水中月亮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你看的天上月亮，啊，月亮一个月只有一天是满月，啊，看到圆的，完全看到。啊，多数看到是半月，一半的，或者是月牙，月牙是小物，一半算大物，满月是究竟大彻大悟。那么究竟大彻大悟在什么时候？如果是往生，在十八转缘土破最后的无明，正圆满的佛果，就是真的发生，完全融入常寂光，这是究竟彻悟圆满的佛果。啊，见到真月就算是见佛了。啊，初二初三的月亮是真月亮，不是假的。真佛，化身菩萨就是真佛。虽是真佛，他还有四十一品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断。啊，断这个习气是在极乐世界十宝图。十宝图是法身，不是法身，报身。报身菩萨。啊，报身我们见不到。太大了。啊，明心见性的菩萨见到报身。啊，见到报身还要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。无时无明烦恼习气就断干净了。才真的常寂光。常寂光是法身。那叫究竟圆满。我们必须走这条路。这条路保证你走得通。从哪里下手？信愿持名。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最好的榜样。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20岁出家，112岁往生，他就一句佛号，念了92年，92年没有换一个题目，啊，一生没有听过一次经，没有读过一卷经。可是这经里都所说的，你念给他听，他全知道。只是深藏不露啊。啊，跟慧能大师一样啊。慧能大师也是没有读过经。啊，也是。没有修过教啊，可是无论什么经，你念给他听，他讲给你听，你听他讲经，往往开悟啊，这是见性。
嫉妒障碍多，虽然坚信也不敢出头啊，六祖要到猎人队里面去避难，多藏了15年啊，15年大家把这桩事情淡化了，他才能出来啊。海鲜老和尚一生没有现实现啊，也就是说他大彻大悟之后丝毫没有外露，人家不知道啊，真正有本事的人看得出来听他说话叫人言语很简单，那不是普通人说得出来的，从这能体会到啊，从行持上能够看出来是个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菩萨了啊，一句佛号成功的。那他能实现这个样子成功，每个人都能成功，没有一个不能成功，只要你肯干，你有耐心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除一句佛号之外心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心里头不能放东西，为什么？心里真心本来没有东西啊，妄心里头有烦恼有习气啊，真心没有，我们要用真心，就是要把烦恼习气放下啊，不许可心里头有妄想有杂念有分别有执着，不许可啊，通通把它清理出去，用什么方法清理？用一句佛号，心里头充满了佛号，除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叫念佛啊！这样念佛没有一个不成就啊！越念越欢喜，越念越有信心。啊，这个底下《大庄严法门经》里头有一句话是文殊师利，就是文殊菩萨问金僧女谁是外道啊，金僧女回答他与他邪说随顺人受，是名外道。这句话好啊，我们要学啊，不要给人斗嘴，不要给人辨别啊，他邪说随顺就好啊，人受啊，不要给他辩论，这叫外道。这个意思，我们能不能懂？金色女士怎么教给我们？
与他协说，自己要知道啊，邪正。啊，随顺人受可以，为什么？避免争论，这是明外道，不是真的外道。啊，应付外道可以用这个方法，不需要辩论。啊，随他去。对我们有没有影响？没有影响。我们的信心坚固，不为他动摇；愿心坚固，决定求生净土。啊，为什么？今天社会上这种人很多。啊，不变，他少说几句，影响还不大；日变，他的外力很多，会影响更深。啊，这个必须要知道的，这是智慧。啊，用真实智慧来处理。啊，这是个人。个案处理，不影响僧团，这就对了。啊，那么下面念老给我们接了一句总结：外道种类多少，诸经不一了。很多，现在尤其是多，到处都能看到。啊，如何处理？通通不放在心上，只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就对了，就没错了。啊，这不能不知道。啊，诸经不一，大日经里面设有30种，涅盘经里面设有95种，啊，华严经跟大智度论里面设有96种，啊，盖应以大致小，所谓96种者，其中一种乃声闻道。啊，把声闻都算成外道，声闻说阿罗汉了，为什么他不能见性呢？啊，为什么他不能见性？他不想见性，他认为真的阿罗汉就是见性，把阿罗汉的偏真涅槃当作如来大涅槃，搞错了，会错意思了。啊，那么这是一类。算是外道。啊，悖论里头说的，顺声闻道者，戒习是邪。声闻道是个阶段，小学毕业，像读书一样，小学毕业就圆满了，就满足了。不再上升了，这叫邪道。
啊，他应当向上提升，回小向大，行菩萨道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但这才是个小段落。那么声闻，虽属如来真教，但是全法，全巧方便，不是究竟法，啊，故业与这个九十五种外道并列，而称为九十六种。那么此以金刚山玉菩萨智慧坚固，一切魔外不能动摇。后面这一句话要紧，一切魔外道都不能动摇。像海贤老和尚一样，老和尚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他就一句阿弥陀佛绝不动摇，念了九十二年自在往生，给我们做出这么好的榜样。我们要感恩的，我们向他学习是报恩的，啊，这一生不能空过，往生可以说等于圆满成就，这是往生到极乐世界时间。底下一段，明德行圆备，啊，分三科。第一，调伏自他，这是自他都说到了。我们看经文，其心正直，善巧决定，论法无厌，求法不倦，戒若流利，内外明解，其所言说令众悦服，即法鼓，见法床，要慧日，破痴暗，纯净温和，即定明察，为大道士，调伏自他，字字句句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啊，从哪里开始？从心。世出世间一切法，圣贤之法，佛菩萨之法，神圣之法，都是从其心正直入门的。啊，下面的注解啊，节上义喻明，上面所说的完全讲的比喻，此下呢正说，这不是比喻了，为我们真正介绍极乐世界菩萨真实功德。啊，右面所说的这三行经文，贤菩萨自觉觉他，弘法利生之德。经文的前面第一行到内外明解，这是自利。啊，下面这段是说法利生，我们看注解的第三行，
正者不邪，直者不曲。啊，《净明经》里头说，这心是道场，《往生论注》里面说的，谭鸾法师注解的，正直越方，一正直苦，生怜悯一切众生心。直心是道场，道场在哪里？直心是真正道场。为什么？出生大道，佛道、菩萨道、声闻道，都是直心出生。那心要不直呢，弯曲呢，啊，弯曲的心就是妄心，妄心生烦恼，妄心生十法界，妄心生六道轮回，这个重要。用心要正直，啊，儒家教给我们诚意正心，这个地方的直心就是大学讲的正心，啊，正心从来诚意，佛法常常把真诚两个字连起来，啊，祖师大德跟我们讲菩提心，菩萨的心叫菩提心，菩提心体相用，菩提心的体是什么？是这些啊，菩提心的作用是慈悲心，慈是娱乐，悲是拔苦，众生有苦，帮助他离开苦难，这是悲心，众生不快乐，你能让他很快乐，法喜充满，那是慈心啊，他把它分开来讲，拔苦娱乐啊，这就是道场啊！道场是从这里建立的。如果没有直心，寺庙盖得再大再辉煌，不能叫道场。啊，这个里头，出生道什么道？佛道、成佛之道、菩萨道。阿罗汉道啊，最低限度也是天人道啊，六道里头人天两道啊，如果这个心是弯曲的，是迷惑颠倒的，那么他那个道就是三恶道，这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记住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起心动念要觉，这念头好不好，
这念头是正还是邪，一定要清楚。如果正好，如果是邪，马上要断掉。啊，真正修行是在起心动念之处。啊，起心动念与佛菩萨教诲相应，与经教相应，正道与正道相违背就是邪道。啊，所以修行在哪里修？在起心动念之处。那起心动念是不间断的，前念灭后念生，我们就在这里修行。念念是知心，行心是德心。啊，与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相应，这些呢，我们才能自度，我们才能化他。啊，我们在这里搞汉学院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来学正法，是希望把正法落实在这个地区，那就是化他，落实在自己，这是自度，自行化他。那所以这一段经文就很重要了。啊，往生论里面说，正直越方，方正是一个意思。啊，以正直生怜悯一切众生，这就是菩提心。菩提心从这生的。下面又给我们举《法华经》的方便品，与诸菩萨众正知学方便，但说无上道。《法华经》的方便品啊，第二品。佛教菩萨没有方便法，为什么？他是菩萨，对我们凡夫，佛是常常讲方便法，小乘是方便。啊，我们所提倡的，所要求尽宗同学共同学习的五个科目是方便。啊，第一个敬业三福，作为我们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，不能违背。啊，第一句孝养父母，第二句奉事师长，第三句慈心不杀，
第四句修十善业啊，这是学佛入门老师教给我们，这叫佛弟子啊，这是第一条四句，把孝亲尊师摆在第一。人要不孝父母，要不敬师长，那就不像人了。现在是人生，来生是卧倒，这不能不知道啊！佛教我们怎样保住人生？这四句，你这一生是人生，来生还在人生啊，修得好的到天上去了啊，是天人有这个基础才能修复啊，修复第二净业三福，第二福是孝诚，这是人天福报，这第一个人天福报的基础才能提升到孝诚声闻缘觉，如果这个基础都没有怎么提升？所以孝亲尊师重要啊，现在人权疏忽了，社会变成这么乱啊。第二小乘只有三句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三福第二条啊，受持三规就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以佛法僧为老师，念念不舍，依教奉行呢。啊，再向上提升，大乘，发菩提心，大乘最重要的发心。没有菩提心，不能修大乘法。那么，诸位要知道。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就是大乘心、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全心信者，那这发菩提心摆在第一啊，发心之后要真干呢，心乏了不能落实，没法，那是口头上的，不是真正回头啊。身心因果，什么因果？这个因果不是写在第一句，是写在最后这一条，这个因果是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大乘讲到最究竟处啊，就是净宗啊，信愿持名啊，有真信、真愿，老老实实念这句佛号求生净土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没有一个不成佛。啊，但这个法门，一切诸佛都是难心之法，成佛哪有这么容易？哎，就这么容易。所以你不能相信，正常，诸佛都说了，
你要是一天就相信，你这个人不正常。这真的不晓得，所以遇到人不相信，我点头，正常。佛说的没错，那我们自己就是不正常。啊，我们这个不正常是从正常来的，也不是一说就接受的。啊，学了30年才相信，所以，我对于这句话体会很深。难信之法，真难信啊！一听就相信，真的不真，不凡，不平凡，不是凡人，善根无比深厚，他才能接受我。啊，我还真正看过。往生之前那一两个小时真相信，你看学佛学一生到临命终时快咽气了才相信，行不行？行，他真往生了，瑞相稀有啊，证明了48愿第18愿是真的，纵然造作，无逆失误啊，无间地狱的罪业，你临终一口气还没有断，你能够回头，能够忏悔，能够真相信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念佛求生，佛还是来接引你。这阿弥陀佛太慈悲了，太伟大了。啊，不嫌弃你，还介意你往生。那往生的品位，看你忏悔的那个程度。啊，真的100%的忏悔，上品上生的，那就是一刹那之间的。啊，真正忏悔还带着有稍微习气，品位就往下去了。所以平常要养啊，也叫养，要修，修什么？不嗔不贪不痴，这个重要啊。临命终时贪嗔痴没有，品位高啊，带着贪嗔痴的时候品位就低，四土三辈九品呢。那么这是佛对菩萨，所以正知学方便，但说无上道啊，无上道就是念佛求生净土，到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佛啊，这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。我们今天干这个事情是大福德了啊，真正的虚佛慧命，为往生积绝学。我们不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代是人的手上灭亡了，那这个罪过不得了啊，老祖宗辛辛苦苦传了5000年了，你怎么可以把它丢掉？那怎么传法？必须有人，我们要培养一批年轻人有能力认识中国汉字，有能力读文言文，
那我们在年轻的时候，老师教我们熟读50篇古文，就背诵，你就有能力读四库全书，有能力背100篇古文文言文，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。教给我们了，我们听懂了，我们也记在心上了，没认真学，我们只念了几篇呢？老师要求的50篇，大概我们只念了5篇，1/10。啊，所以读书真的要抓住少年，年岁大了不行了。我跟老师31岁。啊，老师40岁就不收了。40岁想进入这个军训班，老师不收，你年岁太大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还勉强被容纳，把时间精神都用在经教上。啊，不知道扎根重要，老师就没说这句话。要说这话扎根重要，我们还是很听话的。啊，我们把全部精神用在经教上。啊，现在我们懂啊，我们爱护小朋友啊，我们教小朋友一定要念念遍数啊，每天最少念30遍，天天要念，念30遍啊，天天要读新的东西啊，能力。每个人不一样，这是禀赋不相同啊。标准是10遍啊，比如这篇文章古文，你念10遍就能完全背诵，这就是你的能力。有些人3遍就能背啊，有些人6-7遍才能背啊。10遍是最大的限度，10倍不能够背，就要减少，就不能叫背那么长的文，找短文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以5遍为标准，这种啊，3遍是天才，5遍是普通的，1遍、5遍他就能背，就适合他的程度啊，每天教他背书啊，念多少遍？念30遍，念50遍啊，念100遍念满3000遍是一个大阶段，1000遍是一个小阶段，应当是3000遍的时候，其义自见。老师不需要讲，意思他都懂。啊，那么这篇文章的意思，让学生讲，能讲多少讲多少。老师不讲解的，老师听你遍数念熟了之后听你讲，所以禅宗说这叫家珍，你自家的珍宝啊，智慧嘛。
如果听老师讲的，那是门外得来的，是由门而入，不是家珍，不是你自己的宝贝，你自己宝贝是在你家里，哎，一定是三千遍念完之后讲给老师听，老师点头就考试通过了。所以做老师的不是很辛苦，辛苦是看着学生讲，督促他啊，怕他偷懒，老师就是这个责任啊，真正启发他的智慧，智慧开了，老师的功德。啊，我看我们将来我们这个汉学院的教学要采取中国古人的方法，把每一个人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引发出来，这个教育成功了。啊，这好东西，他无论看什么呢，他都看得懂，他都明了。不是这个我学过的，那个我还没学过，没学过就不懂，这个不可以。啊，四库全是那么随便，第一章给没有不通的，没有你不能讲的，这叫真的通了。啊，这个方法我们要把它传到西方来。啊，西方没有这种教学理念，没这个方法，我们要帮助他。那么下面《法华文句》，智者大师的著作，啊，它里面的解释是：五尘是去而非止。啊，五尘是人尘、天尘、声闻、菩萨、佛，这叫五尘。五尘不是佛的真实说法。是方便法，区就是方便法，啊，通教、别教，偏旁而非正，这也不是佛真正想教人。啊，通教、别教是天台家判教，啊，四教藏通别圆，啊。藏是小乘，通大乘，别是不同于小乘，啊，这都叫旁，都叫偏，不是正。啊，那什么是正呢？正直。职业道，唯是圆教职业者。圆教才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这是由学教而见性，参禅见性，持咒见性，念佛见性，所以法门多，无量无边的法门，门门都能见性，都能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所以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用经典说，每一部经典其实都是无量义。不但这一部经是无量义，这一段经文是无量义。再跟你说，这里是一个字是无量义，就是一个音声是无量义，你能不能体会？
华严经上有一句话是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，一界一切，一切皆一，般若经上说的，懂不懂这意思？懂，问题解决。任何一法里头有一切法，一样不缺。啊，哪一律法？我们的一律微尘，这法讲一律微尘，即为之微。一律微尘，里面有整个宇宙。啊，现在科学讲的全息照相，可以做证明。全息照相，它是用两道激光照成照片，然后再用一道激光照它的时候，画面现出来。啊，你把这个照片撕成两张，在激光之下照，它是完整的。啊，你把它撕成一百张，每一张都是一张完整的。啊，告诉你说，你把它撕成一万张、十万张、百万张，张张都是完整的。这就是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。啊，这是什么？现德，自性本有的德能啊。所以你一个字通了的时候，全通了。按照这个道理来讲啊，一个字通了，明心见性了，全通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个里头微妙的基础啊，科学可以给我们所证明啊。啊，我听念老讲这个进修解要的时候，他就提到，他也讲到这个全息照相。啊，说明一多不二，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，所以你一门懂了，门门都懂了。啊，一个字认识了，中国这个汉字总共将近一万字，你全认识了。啊，那什么称？那叫什么？那叫明心见性，见性的人才懂。啊，没有见性的人他做不到，他一个就是一个，两个就是两个，他没办法达到一界一切，一切皆一。圆教就是一切皆一，一界一切。啊，故其心正直，归根结底就用这个心，他的心正直啊，菩萨之心，原理偏取为虚婉转之教啊，偏根取为虚都不圆满啊，所以大乘圆满的经，圆教的一乘华严、法华、梵王，这是大家公认的三部一乘教啊。可是对于一个正得一心不乱的人来说呢，它是一切教，不是一种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，他全懂，他没有一样不懂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出世间法通，世间一切法全懂，没有丝毫障碍。这就是圆教一乘，啊，其心正直，表菩萨之心，原理偏取之教，唯是一乘圆法，方广平正，其极如风之大奔流彻也。
这个大白牛车是比喻啊，古时候交通工具最大的车，马车啊，马车还可以，两匹马驾，四匹马驾，六匹马驾车啊，它的速度快，容量大，用这个来做比喻。啊，一通一切通。为什么？全是自信现的，自信是真心，真心现的，用真心就一切都圆满真的，用妄心不行，妄心里面有障碍，啊，像一个一个的一样，你能通达几个个子，不能圆满。唯有大乘真心没有界限啊，妄心界限是无量无边啊。我们现在用妄心不用真心，问题出在这里啊。真正佛法学到一定程度，自信开发了，明心见性，那就能从一法见到一切法，从一法明了一切法啊，这才算成功，这才算毕业，毕业就成佛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